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照中尊，皈依达摩利耀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照中尊，皈依达摩利耀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照中尊，皈依达摩利耀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正看大经何主483页，483页第七行，对第三字看起啊，所以有第18、19和第20愿者，断在宿世作恶之人，罪孽深重，所受果报在有三途。今生闻名发心，悔故向善，至心回向得得救生。临命终时，蒙佛观加批，不对三恶道，往生彼国，是为本愿之殊胜诸德也。头前咱学到这个所在，刷落就讲。古文48愿，愿愿皆为众生大悲诸佛啊！大悲诸佛闻得无极，我辈佛陀当何依报？第21愿，悔故得生，甲头前啊所讲的18愿、19愿、20愿，无同的所在，都是伫咧俗世作恶之人。俗世咧是过去世。过去生中无未造业的，咱若无造业，咱就未来这个人间来咯。啊，到这人间来是业力感应而来，这叫因业。这一生在这个世间，贫富贵贱、寿命长短，还是冤业。佛经把众生做的业分作两种，因是啊，因多利其多一道投生，冤呢是伫这道这一生的状况，就是
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啊恶报咯。真正都是所谓，不是啊不报，是以身为道。啊，咱对有因果报应的道理甲事实，深信不疑。啊，这个经常甲咱讲的更加真清楚，就算是做极重的罪业，文明悔过向善，自心回向得得救生，拢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往生净土。那对这个经文来看呢，阿弥陀佛对于一切众生、一切造作恶业的众生，慈悲到极处了。那佛对众生慈悲，咱来学习，这比什么都较重要。那佛的原谅造作恶业、十恶的。这重的罪要诽谤佛法，佛都也会原谅他们，只要他回头忏悔，只要他改过，就不再做，没一个没慈悲的，没一个没加持的、只要他愿意往生净土，连佛拢总得到。那所以咱来学弥陀的慈悲，来真正改过自新，啊，原谅一切诸作罪业的众生，才会甲阿弥陀佛的心愿相应。那真正求生净土的人，那一定要知影，咱的心当佛心，咱的愿当佛愿，咱的行当佛行，咱的德当佛的德，都无被往生的。啊，那是讲伫遮无咧讲究，伫这个顶面无认真学习，甲阿弥陀佛的心愿行德也相违背，这种人念佛都未当往生。那为什么呢？伊无忏悔，伊无回头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无作作，也是不善啊，这就错了。印光大师啊，甲咱讲的，佛法无量法门。每一个法门都有经典做依据，有经典做依据的，这不是佛教，这不是正法。啊，经典里面所讲的理甲事、正常因果，来深入。参透啊！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即会相应。那经典上叫咱爱做的，努力认真去做到；叫咱都爱禁止的，咱来认真，绝对袂搁再去做，
以前做的那是无闻到佛法，算讲是啊，下去咯，俗业啊。闻到佛法了后，我就未搁再做咯。啊，不过有一挂人闻到佛法也是咧做，那是啊，虽闻佛法无了解。真正佛经确实无容易啊，甲听有。那为什么听无呢？对佛经有怀疑，就听无咯。对经教啊，无咧恭敬，就听无咯。对佛法无信义，啊，就听无。真正若是要听有，就爱具备这三个条件。古人伫咧学，伫这方面比咱较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未怀疑。那你那么讲为什么？对细汉就教好了，现在人无咧教了。哇，这款年龄。一个笨的马虎气，细汉时阵爸母教，大人拢咧教，看到阮做唔对代志啦，拢嘛有讲诶，拢有教训呢。现在无咯，现在爸母都无教咯，大人嘛无教你。啥人教你？每天电视伫咧教你。那读小学小学生电脑咧教你啊？那电视电脑教你什么呢？教你杀盗淫妄。啊，一般人看起来习以为常。全世界拢安尼咧教啦，那像这拢是正常。不过每一个人拢知影人心歹咯，社会乱咯。啊，要安怎？这问题严重啊！这不是小问题啊！要安怎呢？无办法啦，想不出方法来。啊，咱唔过即个问题，确实愈来愈严重。未当解决就有灾难，20世纪咧，1970年代，该在英国敦文币指出一条道路。伊讲，若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只有方便学术甲大乘佛法。方便学术是中国的啊，大乘佛法嘛伫中国啊。咁真是会解决。个真会啊？为什么？公平学说所讲的，个阿弥陀佛真接近。孔子注重仁，
因主主重义，公主一生所作所为，即系地主对伊的即个评价讲，辅助之道，忠恕礼义义。啊，忠恕这两字，佮加着仁义，会啊救即个世界啊！啊，这是邓文斌认为。会帮助这个世界啊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。那大乘佛法真行慈悲，中国传统学说《莲花生相》当中。文化起源呢，应该在一万年之前。那讲五千年文化，这是文字的记载。无文字的之前，未当讲无文化。那中国文化四宝。无论无常、思维、八德，这个四宝形成，决定超过五千年。那印度婆罗门教。因甲我讲，因的历史超过一万三千年。我想咱中国文明，未伫伊个后面，至少嘛有一万三千年。一万多年以前，老祖宗就看出来了。我现咯，这个四项的物件，正德，这不是人创造的，不是人发明的，所以它叫做道。那道是自然的，叫道化自然。那道的核心。都、就是五伦里面的有子有亲，这亲爱，父母对儿女的亲爱，天性无人加以，嘛不是都是人创造发明，自然的啊。啊，这种亲爱。你红鞋啊，三四个月时阵是非常的明显。只要咱去注意到，都会观察到。我相信的，一万多年前，咱的老祖宗看到咯。那看到了后，伊就想讲。是这种的亲爱，如何会当会保持一生当中都嘛未改变？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的这个机缘，都自家兴起来，用心方法的教育。
传统啊，教育的这个目的呢，第一个目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啊，这个亲爱发扬光大。啊，爱兄弟姊妹，爱家己的家族。爱邻里行动，啊，爱社会，爱国家，到最后，像地主规定面所讲，凡是人皆属爱，这个爱，就遍及全球，所以这是爱的教育。那几千年老宗教什么呢？就是教这个啊。那对父子亲，演变作五伦的社会，有父有别，君臣有义。中有有书，朋友啊，有信。那这五条呢？个理论就是讲人甲人的这个关系，拢总讲真咯。古人定咧讲，无论外之人，这个五伦甲人的关系全部讲真咯。那这是道啊，这五种拢是自然呢。那遵守圣德就叫德，那用咱现在话来讲，追顺大自然就叫德。大自然是道。随顺大自然就是德啊，德的条目列了五条，有五常，常是永恒不变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你不能违背，这个违背就乱咯。现在人家合作是真理，这个五常就是五理：仁义礼智信。仁者爱人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孔子伊讲的啊，啊，孔子一生咧教什么，就是咧教这个。那讲是要用一字来代表，就是仁。那仁未当无爱人呢，就是说明讲你的父母无未爱你的道理。你爱个这个爱，发扬光大。啊，爱人就未怨恨人。爱人就会原谅人，爱人就会让了事人，像阿弥陀同款，所作恶业十恶，诽谤大神的人拢未下去，拢爱是遐尼爱伊，伊是安怎会做错代志，做遮重的罪孽？那是无知，是未识，所以一时糊涂。做唔到代志，啊！只要伊回头改过，好法来个教，也是好人。
那对佛法来讲，迄道搁较明讲，迄理搁较清楚。佛法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这是佛门讲大慈大悲理论的根据啊。啊，肯定着一切众生包括是一体。但一体迄、那个亲爱就更加亲咯。啊，科学家甲人讲，咱人的身体是细胞组成的，啊，大概有偌侪细胞，那是50条。这50条的细胞，每一个细胞拢是我的身体。我知影，伊是我的一心。每一个细胞，我拢嘛爱伊啊！啊，未讲这个细胞我介意，迄、那个细胞我恨伊啊！啊，头壳顶的细胞尊贵，脚的细胞就卑贱，无这道理平等的。啊，所以佛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爱呀、啊，平等的慈悲呀、啊。啊，咱伫个经络世界看到咯，每一种生的人，甲阿弥陀拢平等。阿弥陀是老师呢。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学生啊，老师跟学生平等啊，对倒位来看，对身体容貌来个看呀，是最完全共款。阿弥陀佛，心有为万世清相。每一个相有84000好，每一个好奉84000功，每一个功中拢看到诸佛菩萨伫咧咧做佛事，这个佛事就是教学，但是佛的事业。我的事业是啊，教化众生啊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身体跟阿弥陀同款啊，常常品往生同款，下下品往生嘛同款，平等世界啊。啊，动心动愿，什么心？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动愿呢？大慈大悲。啊，愿意帮助一切众生，接引一切众生来极乐世界来做佛啦。啊，这个来对包括五欲十恶、诽谤佛法的，隆重接受。啊，真正慈悲到极处了。啊，民主主张义，这是环境无同。孔子生在春秋的时阵，明主生在建国的时阵，社会环境都不同。那、啊、建国是乱世，
社会无安稳啦、啊，四国拢有战争。啊，伊呢？伊是孙俪，啊，合情、合法、合理，这叫做伊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他见嘛在攻击的语气。为正义立足前，啊，不义的是为着社会的这个啊一切大众，啊，因为现在未来讲未支持你。啊，公理、公地、公信，啊，这五种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必须爱遵守。伊啊，超空间、超时间，这做人的基本的道理，现在这五理拢无了。啊，五理那无，啊，就麻烦咯。现在真正这个世间不仁、不义、无理、无智、无信，无咧讲信用，做求名、做断呢，是啊，伊个杜作，伊个孔子同时代。孔子做春秋，啊，做丘明个伊啊，做注解，注解非常好。啊，做段就是春秋的注解，春秋是历史，名言大义啊。啊，周秋明个即个代志，每项代志弯弯微微写个真清楚，团伙有人啊。啊，周端来都一句话咧讲，人气象即妖性啊。那、啊、人那是个即个啊，我想。放弃无爱滴咯啊！这个、社会会安怎？社会叫妖魔鬼怪，无成人咯。2500年前讲的，今仔日这个社会果然可以讲对咯。啊，今仔日大家这五字拢无爱滴咯，唔是中国这块所在，全世界啊！啊，咱学佛，咱学传统文化，咱要学无爱学啊？爱学，伫这个社会上是不是吃亏？是啊，免惊吃亏，免惊上当。没怕诽谤，没怕陷害，为什么？你若处处来怕，你嘛是不仁不义。生命是会当下去的啊。唔通做一个不仁啊不义的人，你会受到这五字呢？下心命是丢，为什么？你有福报啊，你会升到天道去啊，向上提升，
啊，你若是要甲因共款，伊不灵，我也不灵；伊不义，我也不义。啊，若互伊去三毒，你也对伊去三毒咯，这就错咯。知影讲欠这五项物件，那无咧是三毒啊！你哪会当去呢？所以这道理爱办啦，爱好啊做人。唔通甲人失去啊！这是人格啊，常常讲做人的资格啊。做人资格那是无去，来生就未当做人。啊，学道呢？学中国传统文化，只有向上提升，未向下坠落的。学佛是拄着佛法，拄着阿弥陀佛，那要来去极乐世界。你去极乐世界人，哎，不仁不义都袂当去啊！一讲啊，念十万声佛好嘛，是无办法去的啊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无可能有一个不仁不义的人啊！啊，那是讲人都做袂好，你那就成佛啦。阿弥陀佛哪会讲来接应你？那自我意识恶啊，诽谤正法，这种人不仁不义，确实这种无，但是也悔改，也忏悔，伊知影唔对，后未过再做这款人，你看阿弥陀佛也来接应你啊。阿弥陀佛。慈悲到极处咯，啊，只有真心切愿念佛求生净土，但永远未去对三恶道，就是讲做了三恶道的罪业，念佛就会当消业，来心。求愿往生，迄都是消业障。那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以外所有一切善恶拢总放下，这叫真忏悔。那以前的代志未搁再讲起，无去问咯。未阁再想伊咯，心内啊只想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。那除阿弥陀以外，所有念头、梦想、杂念，拢总清除，善念、恶念，全部拢清除。啊，这个身体啊，伫这世间，会记爱甲世间人做一个好模样。把阿弥陀佛做出来，原谅一切歹人啊，这就是好模样。未跟一切人计较是好模样。啊，离了世中就是一句佛号，心内想佛。最来念佛，果净得生净土，未辜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。下面呢，古文四十八愿，愿愿皆为众生。父母啊，对子女拢做未到，只有阿弥陀佛来做到。大悲诸佛，
温蝶无结啊。啊，这部无人受惊，那是无念头。弥陀文蝶无结，你是体会未到。你念这个文，你听讲体会未到。后面呢，这念都有讲，五辈佛陀，人家佛弟子当何一步？上大温大德，你安怎步呢？啊，佛教人呢，根本界。而是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里面都甲中国的伦常全部拢包括在其中。不杀生是仁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啊，不饮酒是智。不妄语是信，那这五行呢是五轮的落实。虽然无讲五轮，五轮在其中，但佛讲的更加清楚。把不妄语开作四条，不妄语不良舌，不讥语不恶口，后面又加着义三业，不贪不嗔不痴。那无论怎解，伊做教是袂用力的啊。啊，所以净宗学会当年在美国成立，我有写着缘起，提出东修啊，兴门外科目，咱是决定唔通违背，这外科目第一个是净业三福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第一条。第一条，如是第一，如是多三一君，孝亲尊师，如是第一弟子规，诸心不杀，如是第一感应篇。后面修习善业，这第一条，真正做到了，人这基础都稳固了。也就是讲，来生你什么愿望都无，来生未失去人心。啊，决定的人心，啊，大汉哦，修仙做甲真好，会当对人道上升到天道，啊，这款条件才会当做佛弟子。啊，净业三福第一福是世间的福报，第二、第三是出世间的福报。啊，出世间的福报，修持三规，
佛教众戒不犯威仪的修行，跟咱讲，佛法对倒位开始，对戒律开始。那现在戒律无了，断戒呢是形式。做些仪式或者戒点，证明你是出家了，出家人。啊，世间法生人，佛法无生人。啊，这个话是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，伊讲佛法重实质，无咧重形式。形式是一个人成人，实际上佛菩萨无成人。啊，戒律是出家人的生活规范，你无成就出家人。啊，伫古代，无论是出家也是在家，在家学佛，那是五年学戒。这是李炳南老技师跟我讲的，啊，所以戒律内底有在家戒、出家戒，啊，我非常的感叹啊，在这代有戒律的人拢嘛。无咯，团结人嘛无咯，佛法要按怎人建立呢？啊，顶个月台湾古清法师来看我，我都无想到啊。我也分开三十多年了，我没想到他来看我，他也嘛是你老师的传人，当年在台中，你老师办一个研究班，收八个学生，伊是其中的一个，迄时阵未出家，大学拄啊毕业，啊，八个学生内面，三个男将，两个女将，那女将的条件是一生都未结婚，这个女将即摆还佫伫咧，伊来见我，伊要出家，我唔知影。我知影，听讲有一个人出家，唔知是伊。啊，见面了后，你就跟我讲，出家了后专攻戒律，三十年如一日啦，我非常欢喜啊。太难得咯，你老师后代也阁有出一个啊律师咯。啊，这个研究班内面有六个老师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伫个这班甲因讲《白字经》，啊，不错啊！为人来对有一个出头咯。我问伊讲，遐个东海也跌无，拢跌，拢六十出头咯。
三十多年啊，拢六十出头了。那佛法若要兴，一定要对戒律开始。我都甲伊讲，现在你的回下戒律啦，学甲真好，会当讲戒，会当弘扬呢，会当做大众榜样。有几个人呢？伊看讲有六个。啊，我这边有一个出家无偌久的定风师，恁真侪人有介熟悉，我甲伊送去高清迄地啊。希望伊伫遐五年学戒，至少都爱有三年。为什么？你啊，将来讲经讲得搁较好，人讲无戒啊，一句话你就完咯。啊，咱无得去找学戒啊！我那是年轻，我咪去学，我即卖这年龄袂用你咯。即卖只有念佛啊，求生净土咯。啊，将来佛法的代志是恁的代志咯。所以啊，我劝定弘啊，这种机缘一定都唔通失去。伊会来看我，可能就是你的缘到咯。啊，无伫遮来扎根是袂用你啊。在成就起大楼，概率也是地基，无坚固地基，也靠不住。啊，嘛证明着啊，古人的话，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已成就了。啊！当时八个学生，每一个人若是讲专攻一门，像伊这款锲而不舍，啊，就八个成就咯。啊，学人啊，有成啊，毋是靠老师，老师指点你啊，我爱家己去行啦。老师是无办法帮助你行路，这做未到的啊！你家己要认真去做，而且真正钉在一门顶面，才有成就。钉在一门顶面，就是乞丐，乞丐就守规矩。我这一生就冲这门，时间哪久了，慢慢累积功德的现前。我讲将来那是讲有缘分，佛教要兴，一定要办学，办学对都办起，对戒律学院办起。那无受戒，五年戒律呢，伊就无根啦。啊，那是讲国家会定这制度，真正从轨道来讲，我相信国家是会安尼做。啊，无五年学戒是袂用你去出家的啊，已经出家来补习，国家头前大事爱设戒律学院。那迄个时阵，这个人才像一个模样。那从家大师完成了后，我甲注意报告给我做了真深的反省。我第三年学着什么呢？一个心啊，就是戒律真重要。
啊，每一摆见面，我离开伊就送我来门口，拢会讲一句话，戒律真重要。我迄时阵对戒律都唔捌啦，无信心。啊，这句话总是有听了一百多遍啦、啊。所以这印象特别的深。唔过是无地去学啊。啊，一般人拢讲参佛法师戒律好，哇，戒半年。啊，半年的茅棚里面，我做义工，什么拢做？哎呀，嘛是啊，有戒有规矩，啊，对戒学这方面，伊无甲我讲，我嘛无看你学。啊！伫学这方面，当年只甲我讲《弥陀经》的三种的注解，莲池大师的疏抄，还有大师的要解，游客大师文中抄。我迄半年学这三物件，另外都是印光大师文抄。啊！我读了后，对净土未搁再怀疑咯。怎样讲进门的物件，是好物件，是真难得，但是都无求往生的念头。真正是啊，难信之患。对李老师十年，老师定咧劝我，也是无动心。我回归到净土呢，也是对《华严经》呢，迄时阵念念的基础，佛法的基础，华严的基础，是对这地认识。净土呀！华严会上看到文殊普贤，啊，看到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让我感觉非常的奇怪啊！那然后看到高德所讲的华严的圆满，拢在十大愿王道归经咯。那华严那部一部呢，未当圆满，这属性啦。经文顶面讲啊清清楚楚啊，所以净观之明，这是净宗的三宝，爱真心爱净观，真心净观难啊！虽然放未落，唔是真心，唔是净观。啊，真观真心，迄、那个模样是甚么呢？蔓延放下，大心专念，都一句阿弥陀以外，甚么拢无，像无定西。那些真正念佛的人，啊，都一句佛号以外，
无一杂念，无一梦想。那迄款人是三年就会当啊成就。啊，亲像英科迄款的人，迄真正叫心性极低。那知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迄个累太罪咯，所以伊会遐紧，三工就甲阿弥陀念来咯。啊，过三工会往生。就是一定爱念佛啦，往生，这个誓言拢总放下啦。啊，誓言内面，你的众生呢，唔通讲无做，做来安怎？未放在心内，做定有是无做，这就好啊。那决定无求果报，我做这代志，将来得到大智慧，得到大福报，错了。要求啊，只要求，你就未当离开娑婆世界，未当啊出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代志放甲清清气气，但无求这物件。啊！只求极乐世界，只求清净弥陀，这就对了。真正会当放下，啊！阿弥陀来了，讲走就马上就走，无时候留恋呢。啊！讲这代志要处理，那代志要处理，你就袂当去咯。那念佛人时时刻刻拢嘛放下，随时拢会当来去，真个真自在，绝对也无牵肠挂肚的代志。阿弥陀佛才会当真正的不复恩啊！下面这段甲咱解释。愿中邪念，这是啊，这是十方众生无名号邪念五国，愿中邪念，即心念邪在一处，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这句佛号，不思其他，其他一概拢唔通去想。拢爱放下啦，但我即摆伫马来西亚，苏里兰卡总统也邀请我去讲经，这个邀请函。伊和伊个国师姜德玛法师亲身上来和我，当下一暗，第二天伊就转去，专门为着送这个邀请函嘛，伊寄来和我就好咯。现在啊，团金好我就好咯，爱派人真心的送来好我，我真正感动。我去讲什么呢？同款是讲无量寿经啊，
无讲别项诶。啊，即部经，咱今仔日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。确实，玄奘大师所讲诶一点无错。如来所以行出世，为说阿弥陀本愿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释迦牟尼佛出现来到这世间，就是在讲这部经啊。这部经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海啊。为一本，为这个太好，太完美了。啊，五种愿力本里面所讲的，这个一切呢？无一条会漏交去，拢汇集在内面啊！阮哩重新做了整理，简化了，那言简意赅，这太难得咯。下联咯。阮毋捌见面过，但伊学生毋难做老技师，明年阮叫做老同学咯。啊，伫大陆伊老大人有讲一部经，伫海外我嘛是一个人讲一部经，非常的难得。老师啊，教好伊，甲这个经做一部注解，啊，有智慧啊，有显卡方便。伊若讲家己写一部注解，无人会相信啊。尤其现在人共歌五万，你是个在家技术，你是算什么？你哪会当来写注解呢？所以呢，伊无用家己的意思，伊是用经来注经，用祖师大德话来注经，大家都无会通讲。这段你看卖，要解讲的啊。因为也本讲观经讲的，也隆重给你讲出来，所以这个戒叫集戒，嘛是汇集的，经是汇集，注戒嘛是汇集本，汇集八十三部的经论啦、啊，一百一十种祖师大德著说，这古名啊提出了后。人都无会通讲咯，呀、啊！即句你看，即句唯一个啊，五一个观经讲个，达句拢嘛是有根据，拢有出处个，唔是我讲个。好啦，是提到呢，伊就未讲不服啊。这个经跟主的肯定会啊流传到啊以后的这个九千年，啊以后九千年就这个法门会得到，其他法门根性就无了。将来一切经典消失。佛都有记咯，佛这个经也会当留啊一百年，最后一百年啊，都一本呢，肯定都是一本啦、啊，都、就是这个注解啊。咱今仔日依教奉行，认真学习啊，只求往生。无其他任何念头，
啊，世间这些习俗都无必要咯。做生日啊，不如上王星，大家拢来念佛、功德、甲回向，这叫真正足修。啊，经若是无念，走来这所在创什么？到老日啦，变个大家安乱哄哄的，这个甲佛法相违背啦。啊，真正清净啊，平等觉，这是啊最高的礼物，最小的礼物。那、啊、其他的拢嘛是了乱人心。该在的，我现在唔惊恁了，恁袂当叮当我，你送更加多物件，我拢袂去插伊啊，我看拢袂看一个。啊，即个办事的啦、厨房的，大家去搬就好。确实，我拢根本袂去看。啊，钱我嘛袂去看。交互相助。所以呢，清净平等觉这是真的，净观念佛啊，这嘛是真的。你啊，真正是得到修养，我嘛得到修养。下面你看，是什么处？不输其他。如观经，这下面是观无量寿经讲的，应当专心，一念一处，常悟西方。下面就解释了这种德本，这家。正直是比如正什么呢？爱正德本。那什么是德本？下面讲如贤君。那什么是贤君？修行的贤君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三个贤君，菩萨的贤君都是精进，都是这条。用命精进是菩萨贤君。德者贤也，本者君也。有德本者，德中之根本也。伊是一个弥陀名号啊，名为德本。你解释个真好。啊，咱一讲到暗，心内是咧想阿弥陀佛，最内是咧念阿弥陀佛，这是实种德本。你将德本来顺。唔通执，顺利不执，其他念头拢无咯。下面因教行信正，是佛祖顶面所讲的，这个主是日本祖师啊，大德的度术。伊讲个啊，即个德本者如来德号，
这是日本正宗的大碟。因伫唐朝时阵伫中国留学的，伊的老师是玄德大师，咱的正宗李祚，这个人非常难得。咱去日本去参观，日本寺庙内底佛寺着有玄德大师的像，在中国无的，日本有。净土宗的寺庙，你看到玄德大师的塑像。那日本的净土宗是甲玄德大师啊，认为个初祖，因的初祖，因家己认为是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啊，对老师的尊敬是不亦佛家啦。啊，我看到真正受了感动。啊，如来的佛就是阿弥陀佛，诸的佛者一生清廉，智德就是成就满足。啊，智德成满，众好改转。啊，这句佛较重要。你看五业十恶，无间地界罪业，诽谤大乘，阿弥地狱啊！诚心忏悔，至心一生。清廉啊，这个恶业、福报拢总转咯，十方三世德好之本，国法德本啊，十方三世。一切诸佛如来的佛，拢嘛是德本。念阿弥陀佛，念释迦如来，念毗卢遮那，念一切佛名啊，拢嘛是啊德本。本中之根本啊，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讲你爱做功德啊，该做一点好事。什么是第一定好事呢？念佛是第一定的好事啊。啊，确实是有利通完啊。中国历史上，五次佛法的第一个人，大家拢知影牛母帝。啊，牛母帝在位时阵，为佛法建立480座的道场，啊，建造寺庙。啊，扶持出家人几十万人，真正就大佛法了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达摩来到中国来，伊甲达摩祖师有见面，炫耀伊的功德。但达摩讲，我做这么多代志，功德有大无？达摩祖师讲老实话啊，
无骗你啊，甲伊讲并无功德，即句话啊，伊就受气咯。上课啊，就无讲话咯，就该上灶。其实上灶了后，伊嘛后悔，但是未赴咯，民主放未落啊。拢无问伊讲，为什么讲无功德呢？伊问一个就好咯，那唔问呢？做遮侪好事，真正无功德咯。哎，是啥物福德？哎，那是讲，林武的问讲，我福无大无？真大了，福不真大，真大，啊，不是功德，理想是功德，德相是福德，理想啊是了生死出三界，故不离六道，德相的故不离六道，这是啊天福，应该无遮大福报，天福。所以拢无问啊，呀，换一句讲，你有得做遐尼大诶，迄个遐尼做福德诶，这代志呢，伊袂着自心念一句佛号，那真心诚意念一句佛号，超过你有得足做足做。这个道理未当讲唔知影，然后咱就知影咯。伫今仔日建遮尼最大诶寺庙，有功德无无啊？你无得建诶最拢无，你哪会有？呀、啊，今仔日是要安怎呢？才会当啊，真正诶积功啊累德呢？念佛以外。坑人念佛，那现在坑人念佛的方法真多。你看，一个钢筋咯，那用网络、用电视，偌济人收看，偌济人做伙伫咧学习呢，这不得上啊，功德就大咯，要上转变成福德。那就像是什么的旧世间的名门利用，拢嘛是福德，也不是功德。福德上有什么意义？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只求亲近阿弥陀佛，念了拢嘛是功德。你来怎样？世间做更加多好事。这个好事归向往生啊，进入世界，唔能去求世间名闻利用，啊，一个求世间名利啊，就完咯，就过去六道轮回，六道苦啊！你做遮侪好事，来生一定是做大官发大财。做大官发大财，更加容易。做不善的代志，一念头错，唔知有偌济人受害。呀，这个发大财、做大官人，也行善呐、啊，行善积德容易啊，唔过咩？做业呢，嘛是比别人较容易。伊啊，一念善，成就功德；一念恶，伊罪业就无边咯。呀，咱哪是讲来生，也要来人间来求富贵，敢不会掉呢？无作恶。呀，一念贪嗔起，百万众门开。这。古人讲的，
讲也无错。那贪嗔痴慢起来要安怎呢？啊，都尽可能做极重的罪业。啊，所以这历史未当讲无清楚，未当这个未明了。真正从清楚从明了了后，有应可。你看阿弥陀来了，跟伊讲，你要十年寿命，无爱滴了。十年当中，唔知做偌济歹事咧。啊，看到佛就想要对伊来去，念佛念到哎呀，真正细心去衡量，我留伫这世间，敢有必要呢？对天下的人有大利益，还是有必要？你袂当先走，若是讲无大利益，就赶紧来走。你留伫世间要创啥物？造业啦！啊，讲较好听是风和雨声，大家啊，增长贪心几万亿，这是作业咯，这是错咯。啊，贪心几万亿，变现做六道轮回，贪心几万亿那登去，六道轮回就无咯。有的轮回就是按你来，塑性化改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，所以无明那破塑性化改就无了，就是什么改无了。但人对于贪心痴慢疑，如淡如何啊？容易出离，但累积的这个功德会不转，未变质。变质的是什么？功德就变成福德，就变质咯。但怎么变呢？功德来都有贪心痴慢疑，就变成福德咯。啊，确实是袂当啊，加添一点点啊啦。啊，功夫爱顺爱精啊，啊，用心净土的时阵是无障碍。小恶个，俗是俗世啊，俗世所做之恶，就记其心中之罪恶。记其，咱所做诶，拢嘛是记其。啊，换一句讲，今仔日进前诶，拢叫做记其。一个记起有今生的记起，有前世的记起，记起累积的罪恶，我提过一句话讲啊真好，啊，讲这个罪恶有形象，都是讲搁较细，就土粉同款。真虚空嘛，用了未落。
为什么念头不善？念念拢不善啊？弥勒菩萨甲咱讲的事实真相，一秒钟有偌多念头？1600条啊！一秒钟啊！每一念头，都是一个五蕴色受想行识。念念生行，行都是色，都是物质现象。受想行识是啊，精神现象。所以，迄个每一念头内底具足五蕴啊。我问是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经济，一切法都是以个性的。啊，观音菩萨有智慧，照见我问皆空，所以度一切可以。照见我问皆空是甚么咧？把我放下。我们放下就是代表世出世间法拢总放下，这是咱看到啊，近代科学的报告才知影。但以前啊，照见我们解空是讲未清楚，古人主干嘛看无？人讲对人讲，半信半疑，现在真正从清楚咯。啊，德国的普朗克，个物质到底是什么？这个谜偷窥咯，这个宇宙的奥秘偷窥，个佛经上讲同款。物质上介水，佛经个叫做极微色，啊，个个叫做极微之微。这类物件，和科学家发现，科学的名词叫做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是物质上介水的单位，所有一切物质拢嘛是以组合的。金刚经常讲一合相啊，合是啊组合。那一切法拢嘛是这个物件组合，啊，这个物件伫个佛学内面该叫做五蕴，五蕴就是色甲心分袂开，有色决定有心。弥勒菩萨讲啊真好，念念生行，行皆有色，迄个色。就是受想行识，每一个色法内底拢总拢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甲物质现象是分袂开的啦，分袂开的。啊，一秒钟1600条，咱哪会知影咧？这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不是真的啊，佛不是说勉强叫我们放下，你了解事实真相，敢会又贪呢？自然就放下咯。放下这么困难，是没了解真相，了解真相那是假，没叫你放下，你也会给他放下了。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，啊！医生什么？金刚经常做些比如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梦幻泡影这四项物件，你要知无？你知影讲这拢是假？啊，假啦，就是比竟空
不可得。啊，你俩做工得到，那是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。咱每天暗时咧困，来好好去想看卖。每天暗时去困，就等于讲死去咯。每天死一摆，第二天透早又活过来咯。那死去即天都未搁再转来咯，你会甲伊找转来未？啊，咱是活在什么款的模样？真相啊，真相是活在生灭、相思、相识、相的内底。这真相啊，相思、相识、相，无一个相是真的，无一个相是你会当得到的。你真正得未到，你嘛未当控制。你嘛未当去甲占有，你嘛无办法支配，这叫做事实真相。啊，真相真正明白了，你敢会阁去操心？敢会去动念？念念拢嘛是阿弥陀佛，这是真的。虽然这买假相，这里假相甲真相应，其他所谓假相甲真是未相应。啊，禅定是真相，感悟是真相，拢唔是一般人会当得到的。啊，念佛是真相，这个方法是咱会当住到的，会当得到的。那除这方法以外，其他拢嘛不容易。啊，这个小恶爱怎样？悔是悔改呀，改往修来，把过去错误放下，啊，未来爱认真修行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以后拢错咯，那以后都未阁再犯这个错误，改往修来，为国家向佛法经三宝忏悔罪过，誓不敬诸呀。佛法经三宝注重的是自性三宝，你才会真正忏悔啊、忏罪啊、悔过。那自性觉是佛宝。诸心净是法宝，诸心清净是净宝，诸心本来故叫三宝，这是性德。嗯，三宝呢啊，都是这个戒定慧。啊，自性觉是慧，自性本具的智慧是佛。啊，自性净是法，
凡是啊，政治政见，无丝毫错误。啊，自性清净是净宝。啊，净是六根清净，一点不染。啊，这是啊，按怎来看忏罪法？对没邪念，回归觉净净，这真正忏悔。啊，对贪嗔痴，回归戒定慧。这是真忏悔，啊！临时讲伫佛菩萨形象面前，我做了什么罪，求佛菩萨原谅。那佛菩萨并无求伊来原谅，无求伊来原谅。呀，问题是讲你的罪根啦，无断啊！你不知不觉继续也搁伫咧做，这代志就真麻烦咯。啊，要安怎保证讲袂做？那就叫伊门侵入。来一心专念，念念啦，唔准讲有杂念，因为这杂念入去，迄就是一个不善的物件，迄就是咧作恶啊。一个妄念入去嘛，咧作恶啊。虽然修清净心，也是不断迄、那个恶也无断尽啊。啊，必须。清净心来对，丝毫不染，无些杂念，无些妄想。爱伫一天啊，对早到暗，拢会当较保持咧。那唔准有一个杂念，唔准有一个妄想，就叫做一个功夫得力。在净土中来讲，叫功夫成片。这个功夫在净土里面是最起码的功夫，得力咯。但有这个功夫的人，就决定会得生，以往生就有把握，那是对家来。那功夫成片。众三品，往生是自在。我真想要去，阿弥陀佛真正对来接引你啊！为什么咱这动念头，阿弥陀佛就知影咯？延寿国师。梵文观顶面有甲人讲，念头一动，周边法界，阿弥陀佛自然就收到咯。但咱执念是感，佛迄念是回应，佛就伫咱的面前现身，都来接引。加密道教绝对未讲有差错的，啊，咱都平平安安的来去结了世界咯。
啊，悔过誓不更做，这句话最重要。啊，从家大师，我初学佛的时阵教我忏悔，忏悔唔免形式，又不再做，就是啊，真忏悔。那我迄时阵是拄拄啊有佛，拄拄接触，对这仪轨什么都唔知，连拜佛也未晓拜，所以伊教我，就是又不再做，就叫做忏悔。佛菩萨面前忏悔了，过来照做，罪上加罪，为什么？啊，妄语啊！欺骗佛菩萨，啊，咱啊对于这地都联想到早晚功课，啊，早晚功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安怎要做早晚功课？早课是提醒咱家己，今日一天就要依教奉行，早起读这部经典，经典教人要安怎做，都爱记哩，爱做教。但暗时呢是反省，暗时就是咧修忏悔，做错了都爱忏悔业障，明仔唔能够再做，又不再做，那是讲善行做个无错。还不齐，啊！所以早课是要提醒咱家己，暗课是啊忏悔反门。安尼是功课的得力。虽然念诵是真如法，无提醒家己，暗课真如法。唔知影通去忏悔，啊，这两堂的功课啊，都无意义咯。啊，唔哪讲无意义，讲者较歹听。每天我早起骗佛菩萨一拜，甲骗；暗时要困进前，佫甲骗一拜。那像这个囡仔的骗父母，咁就是安尼呢？那父母听受伊知伊骗，哎，好了，卖去怪伊啊。两个就有罪有罪啊，罪对心气对心惨嘛。这两人不贤，这个不贤是你唔知呀，不知不觉做的罪，其实不知不觉做的罪，比知呀做的罪，唔知呀共有偌罪悲咯。哦，什么时阵知呀？对去地角来拢知呀。但迄个时阵知呀想慢咯，有会。啊，未赴咯！啊，咱甲这个代志真正甲创个清楚、创明白，而且知影讲，无往生就是不得了。啊，无往生是麻烦真大咯。你伫六道轮回苦海内底，你都爱变偌济劫啊！唔是算年啊，算劫数呀！刚想要去做，大家由此知影讲，经教未当讲无色，未当无透。愈是透，愈是色，你的心就愈清净，你看个真清楚。倒一挂是会当做，啊，倒一挂是绝对唔通去做。你拢明白，大心向往极乐世界，
啊，一心求真君阿弥陀佛。这个不是设想，是决定的兑现的，是事实啦。啊，极乐世界以净庄严，阿弥陀佛为着啥人建造的呢？是为着咱这些业障深重的人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无一项唔是为着咱。阿弥陀佛是诸圣正德的化身，为咱伫极短时间成就大圆满。那这个问题足大呀，无论比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佛底下伫咧等咱啊，回头。啊，咱只要回心转意，佛陀伫迄边接应。时间分毫未差，咱啊感恩阿弥陀佛，未把这个恩记在心内，也心是清气，一点不念。这个感恩是咱主动自发的啊。那佛啊要求咱做，那是另外有用意，希望咱会多表演这法，我对于啊敬宗啊怀疑的人，失去啊信心，我贪恋我有六尘的人，怎样回头？意思是在这地啊，啊念念不忘弥陀，我倒转来念念不舍众生，这是阿弥陀的本愿。啊，一切众生拢有善根，一切众生甲极乐世界，大家拢嘛有分。啊，所以咱有义务来帮助回头，来帮助感悟，帮助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。那极乐世界是咱兜啊，啊，帮助伊登记处理啊，帮助伊到极乐世界生活。这个艺术当啊，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咱就学到这地。